欢迎 C 组十号选手来到香槟好声音初赛现场。那么今天 C 组十号选手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白色婚礼。各自排队。记得去年冬季，你说好下个冬季举行一场白色婚礼，在耶诞前夕就我和你两个人的婚礼也可以很甜蜜。接近零下的天气，强迫自己穿着短袖上衣，冷到不能呼吸，却害怕穿上毛衣，又想起了你，发现是冬季，眼泪结了冰，分不清是太冷还是冻心。哦，来不及，毛衣来不及送起。谢谢。感谢 C 组十号选手，下面有请评委点评。感谢凯文老师，感谢 C 组十号选手。谢谢。